张凌赫在奔跑吧喂白鹿吃东西，粉丝解释这是在配合导演的指令，他俩到底是在一起了还是纯炒 CP 呀？之前被拍到白鹿从张凌赫家出来对着摄像门脸比心，白鹿也多次留宿张凌赫家，两人都没有回应，粉丝晒的路透也很符合小情侣的甜度，但现在好像双方粉丝都在说单身帅哥美女没惹，难评。